号，请拿任务卡。你们一共要砸中25颗核桃才算完成任务，每个核桃只能砸一次。砸中了吗？没有。我去！好，我帮你看着，我帮你看着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3、2、1。哎，卡住了。快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3、2、1。一颗。太难了，我来试试。来，你来试，你来试。砸，只能砸一下，凯哥。砸，哎，差一点点。砸，2颗，2颗，对。25颗太多了。对呀，加油。太难了，拿俩烤肠呗，谢谢啊。凯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会儿。喂，韩哥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你跟谁干什么？我跟 baby 姐在一起的。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得开视频确认你们的那个袖章还在不在，才能跟你们说。行，我看看啊，视频啊，我看 B 站。呀，还在啊。我们没被抓，我看你们，看你们的 B 章。我是确认被抓的，然后大衣和苏醒在我们面前被抓的，然后下一个地点我们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。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可以告诉我们吗？你们去锦江塔吧，你们去锦江塔吧。锦江塔。行，锦江塔见。没问题。师傅去锦江塔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我的天哪，表哥就是表哥，他走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上新桥公园。谢谢表哥，视频都拍，看到没有？这表哥，他还去表弟吗？我们纳入了一员大将，真的是。谢谢表哥，谢谢表哥，谢谢表哥。好担心他们不会又在那边吧？好可怕。你说你们要不要去上新桥公园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堵到 baby？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，万一……那我们现在过去吧。哎，堵着了。哎，哎，可以减一下速，可以。这好来了。哦，是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这招行。你拿些那个渣子放在桌子上。是啊，让它有点阻力。我们清理一下现场，清理一下现场。哎，不用，不用清理，不用清理，不用清理。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这算场外因素。来，来来来，哦哦，锤都砸碎了。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出任何的差错，也没有耽误时间。对。哎，这儿太浪费时间了。游戏也是一遍过。来，我试一下。来吧。啊、哦，太难了，这什么任务？这谁想的游戏？晨儿他们如果要来的话，也得半个多小时，所以有时间。碎了，没有，碎了。换换啊，来，可以让我们坐个车吗？我付费，带我们去这个地方可以吗？记住这个地方了吗？在那个小转塔，那个转塔的旁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越快越。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快点，越快越。还在吗？还在。
我感觉他们要过来了。不会，很远很远。哎啊嗯，拿着我的包，我要准备开始，我要准备开始跑了。你了，加油，锤子给我，锤子，加油。哎呀，摁摁摁，二十二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越快越快！已经这么快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走，快了快快了，还有两个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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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妈呀，这个时候鞋带开了，我这个怎么这么远？就是。啊！来了来了！啊！来来，欢迎欢迎，啊！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来来来！啊！赵姐，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！来了，跑！来了，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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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！啊，追了追了追了！哇，这太远了，他们太快了，哇，放弃了。我，我快追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哎我，啊！这跑不动了。这个任务他们完成了吗？没有吧？哎，啊啊，就差两个。No！ 电视台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来了他来了，快快快走，他来了，快快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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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去电视台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来了他来了，快快快走，他来了，快。啊哈，就差两颗。啊，我的黄金搭档也没了。玉林双煞，玉林双煞，小金条必须拿，黄金必须拿下。还有谁活着呀？猜也猜不出来，只能靠视频了。不接我电话的应该都已经那什么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。嘿嘿 ，baby 也不接。宋雨琦呢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在。完了，我感觉好孤独。我好孤独。啊。白鹿呢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。电视台那个自己一个人能完成吗？可以。那我只能去哪儿？